完成任务回家了。什么待遇？最高礼遇？什么任务？谁英雄回家？走！感谢你们对湖北所做的贡献，请接受我的敬礼。但是我们国家都扛过去了，武汉人民真的很勇敢。那英国的人，一群生死奔走之友，爱你每个结痂伤口，年少的执念烈酒，入喉尚算可口，怎么泪水还偶尔失手。真的好多的舍不得，我们做到了，我把所有的队员一个都不少的带回家了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。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出人亡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。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，我们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履行约定接你们回家。幸得有你，山河无恙。过去这一个多月，中国人用举世瞩目的效率和速度走出了疫情的至暗时刻，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明媚春光。此时此刻，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安全最有希望的国度，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世还在种花家。我们深知这份安全是你们用血肉之躯铸就的，这份幸运是你们用人心厚德换来的，这份希望是你们用无畏信念种下的，向你们真诚地道一声谢谢。医生嘛，救人水果之中是职责所在。国家真的有几次会这样需要？国家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，你不站出来，那你就是懦夫嘛。你看到你的同胞们正在经历这种苦难的时候，真的什么都不怕。